仙女下凡，从红毯走过来就飘来了一股仙气，还有一股香味，这是她自然散发的体香。她今天要领的奖呢，就是我们的。人物奖，我们来跟巧巧来聊一下今天的穿搭，跟以往很不一样哦。巧巧你好，大家好，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下大雨，大家都不要感冒喽，不要感冒喽，因为感冒了累了就不可爱喽。巧巧，巧巧刚办完演唱会，你觉得心情怎么样呢？很轻松哎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已经释放掉之后，又来参加 L 这样的盛会，可以看到很多很时尚有风格的人，然后还有谢谢所有来到现场支持的朋友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所有媒体大哥大姐，谢谢。那我们透过镜头来介绍一下你今天的风格跟穿搭，好不好？今天的穿搭我超喜欢，因为是运动风嘛，然后 Fendi， 然后又我最喜欢不会皱的衣服，所以我可以非常自在的玩耍，然后怎么做就爱怎么做怎么站都可以。然后我也超幸运，我今天穿的红底鞋是一双靴子，防水的，所以完全不怕会进水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 lucky 今天。我们俩算是有点默契耶，因为我今天是穿 Fendi 的，然后这个材质也是不会皱的，然后我也是穿马靴，就是不用怕各种要淋雨啊、跌倒或干嘛的。那我们也要问一下，因为我其实在今天的活动之前啊，有看到有关于巧巧的专访，就是对于风格，也要问一下，你觉得风格对你来说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讲到底就是一定要很自在。我觉得反过来讲，最没有风格的事情就是你一直跟着流行走，很难去定义风格是什么，但你一定要非常自在，你要自己看着镜子觉得真漂亮，那就是你的路啊。那这样我从小就很有风格哎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对，风格要慢慢建立，但是要有自信，然后慢慢的越来越自在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演唱会刚办完，什么时候还会有演唱会呢？因为我的身份真的比较多元，我可能会先以出书和拍戏着手，对的，因为还是有蛮多的戏剧作品要呈现，然后可能也要绕个一 round 之后才又再会回到歌手的身份。不过我年底就会有新歌让大家听到了，已经在录了还是录完了？对，而且有一首是正在录，是我自己写的词曲，所以我也觉得我很期待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。好，谢谢巧巧，非常期待你的新作品哦，谢谢你，还有你的新书，里面请，很棒。谢谢可爱的巧巧，哇，来我们这个白色点点，先来拍个照。好，我们稍微靠近一点呢，我们侧身一下，有一点低的感觉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确保每一个人都可以入镜哦。CTO Create Top One 是创造顶尖的精神。待会儿 CTO 的老板翔翔也会来到现场，不过我们先欢迎 CTO， 他们今天也是齐聚一堂，全员到齐，政委、市委宣，还有子欣、吕信跟子宁，一起通通都到了。他们刚从韩国回来台湾，我们来访问一下今天的团长是这个月的团长。请问，你好，他们都很期待你哦。团长，我们先麦克风这样传过去，我们先让大家一个一个打招呼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政委。大家好，我是世伟。大家好，我是雨欣。大家好，我是轩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宁。大家好，我是子欣。谢谢。团长你好，你是这个十一月份的团长，那想问一下，你们上个月份在韩国那次演出感觉怎么样？韩国有很多你的粉丝，台湾也有很多你的粉丝。感觉是非常的荣幸能到韩国这样表演，然后也是一个经验的提升。对，那你觉得今天走上这个红毯的 feeling 如何？哇，从来没想过能够走上红毯这种感觉。对，但是今天第一次走红毯，感觉还是非常不错。对，
那我们也让每一个人稍微讲一下这个你们今天的风格，其实是蛮一致的，有点学院风，对不对？这种英伦风的感觉吧。今天大家就是都没有。我今天是穿了他们家的牌子的招牌熊熊。因为我们其实平常都是穿的比较轻松。对，比较潮流一点。然后这一次，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次尝试这种英伦风，所以，有一点不习惯，我们每个人就是变得比较帅一点。对。哎，自己讲变得比较帅。比平常的话。对，今天我们是走一种英伦风的感觉，然后也跟我们以前的搭配不太一样。对，然后平时的话，我们穿球鞋比较多，穿皮鞋的话还是蛮少的。所以说这种感觉还是蛮新颖的，而且今天该巧不巧的是，我们的活动又是雨天。对，我们演唱会还有之前的演出都是雨天啊，蛮巧。我觉得大家说的很好。非常谢谢 CTO， 你们今天真的是太好看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有这个装扮。虽然说你们潮流也很好看，做不了你。